圆明园风水景观墓园，位于新邦布赖与金马伦山脚处，三面环山，视野宽敞，两侧山坡青龙白虎护佑，三股山泉生生不息，自然的山坡隐藏着好山好风水。虎豹金蝉穴是圆明园的镇山宝地，前有元宝山，右侧山坡白虎显形，金蝉昂首接水，三金为星，天造地合的同聚一起，金多兴旺不是梦。财神庙就建在圆明园最旺的交汇处，聚财宝地，在天大富大贵，是彰显家族及负责子孙福地的最佳选择。入口到聚贤楼是龙姓盘道，龙鳞金钻的金龙造型，如降龙腾飞，将先人的心愿送达西方。聚贤楼豪华冷气骨灰殿，依山耸立，面向西方，170米的高度，接引众生到西方极乐。现代新古典庄严的豪华骨灰殿，典雅的风格如身在五星级酒店的环境，客户可以放缓脚步，在繁忙生活节奏中静心追思，缅怀先人，顺道好好充电调节身心。圆明园采用现代艺术与中华古典的融合风格，潮流国风设计，实现现代潮流与传统文化的互动，加上巧妙的景观布置，庭院涓涓流水，如置身大自然，感受大自然的祥和。凤凰涅槃，浴火重生。凤凰厅是现代多元化综合服务楼，让先人在人生最后的路程度脱生死，解脱一切业果，轮回重生，实现真正的圆满人生。圆明园圆满人生的后花园。